仁义。什么仁义？可事到今天，我不想办绝活事儿。好比咱们窄路上走个顶头碰，我准叫你过得去，这就叫爱人以德。不，事到今天，由于根本利害的不同，这就叫狭路相逢，分外眼红。寻斗必结仇，秋何是朋友？对立的阶级从来都是你死我活，永远不能调和。你可不要把话说绝了，只要今后你忍我让。你又错了，共产党人是搞斗争哲学的，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非争到底不可。再争也不过是意识形态，这你也知道，尖锐起来也会死人的。